能够自觉觉他的人，不是等待来的。我现在明白这个慈悲的道理，我从现在就开始做善事，啊，而并不是等着说，我有一天觉得我的觉悟圆满了，我今天，我是不是一定要修得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我一定要做到啊，7年零8个月我才能开悟？如果你修70年开不了悟呢？还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，就是什么叫开悟？请问大家开悟了吗？开悟的人举手。那我就问你哈，大家懂得善恶了吧？我们有没有听得懂师父教你诸善奉行、做善事、帮人？听懂了吗？回去能做吗？那就是开悟啊。刚才举了这么多例子，还不开窍，别说开悟了。你等你回去之后，师兄姐问你，哎，师兄啊，你最近帮一些人了没有？等我开悟之后我再说。那不是开悟，那是耽误啊！真的耽误自己的人生啊，耽误自己的人生啊！如果我也等着自己已经达到佛那样的吉祥圆满的境界了，啊！我再来教大家，我估计不知道是驴年马月了。是真的呀。我当时开悟的感觉，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已经大彻大悟了。我觉得大家跟着我修法，身心灵会快乐健康，啊。能不能让大家成佛，我不知道。当时我的意念就是这样，不知道。但至少能把大家引向慈悲之路，那是我20多年前的想法。啊，所以我等待着，我真觉得像释迦牟尼佛那样开悟了，我估计等不到了。啊，不是把我冻死，就把我饿死，要不就把我给憋死了。啊，对。那只要一个善良的人去帮人，这就是开悟。比如说，我很有文化，很有学识，我成为一个大老板，好吧？我用我的智慧赚了更多的钱，啊，建了很多的希望工程，帮了很多老人家，帮了很多残疾人，对不对？可能一个人帮了10万个，啊，他也是学佛，受到佛的启发，他做的是对的。好，那我是一个农民，我没有这么多的本事，没这么多的智慧，没有这么多的钱，没关系啊，你在村里头帮人呢。只要有人的地方，只要有生命的地方，你只要有爱心，都能帮他们，那就是行菩萨道嘛。你还等哪一天开悟啊？什么时候开悟？你懒得去做好事，你就说你资质太低，你只是在我这里这么说，其实你背后呢，是慈悲心不够，是慈悲心不够。其实我没有体验过帮助别人之后自己获得的快乐。所以，自觉觉他的概念，不要等待说有一天像蒸馒头一样蒸熟了再拿出来，不用的。我们就是佛法就是这样的，啊，殊胜神奇，不可思议。此刻明白，就是此刻明白。哎，此刻你明白了，就像你问路，往右一拐，直走1公里就到了。你如果相信这个人指的路的话，你还能反着走吗？不会。所以明白了之后就要走明白的路，对不对？明白了道理就做明白人嘛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就是开悟，开悟就开始干活，就等于开工。